跟议事主任报，他很热场啊。主席，我请，时间暂停。委员要喝点水。主席，我可不可以喝水？没有问题，请。那个主席，时间暂停，我喝一口水。那我也喝一口好了。那我没有水啊，可以拿一杯给我。我也口干舌燥。您也可以喝口水了，谢谢。流氓也可以喝水啊。那我不喝了，因为我不是流氓。你别笑。